佛陀指导禅修者以坚定正主热忱精勤的态度去正确了知清楚觉照，啊，心呢升起贪心或者不贪心，嗔恨或者不嗔恨，愚痴或者不愚痴，心收摄或者不收摄，心广大或者不广大，心有上心无上，心专注心不专注，心解脱心未解脱，以这十六种心的现象为所缘，分别去直接觉知，直接体悟心的生灭无常苦无我的究竟实相，产生般若智能，用不贪不嗔的平等心去除对身心世界所有的贪嗔不净错觉妄想，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啊，观这个心啊，贪爱呀、啊、不贪爱呀、啊、嗔恨呢、啊、不嗔恨呢、啊、这其实在受念组里面都有了。这个执着就是贪爱，对那个愉悦而有执着就是贪爱，对不愉悦执着就是嗔恨。啊，那个心就会跟着。观心念组是坚定正主。这个坚定啊，两个字很重要。坚定正主，持续不断的观察觉知种种心理状态的升起和灭去。这种观察觉知比观受念住呢更为精细。禅修者修习观心念住时候呢，不但要心思敏锐地将每一个起心动念关照透彻，更要进一步地关照每一个心念无常苦无我的本质。啊，关照放下对身心生命的执着，以及关照放下执着的过程。啊，连放下的执着也要关照到。啊，你的执着是怎么放下的，你能关照到。平常我们常以这些文字来形容心的各种状态。愉快、快活、欢乐、高兴、得意、狂喜、不愉快、不满意、愁闷、悲伤、悲哀、丧气、狂喜、鼓舞、兴奋、宁静、满意、迷惘、无情、厌烦、无聊、渴望、恋慕、希望、笃信、勇敢、怀疑、害羞、困扰、焦急、忧虑、畏缩、害怕、恐怖、惊讶、惊奇、诧异、失望、欲望、悬念、仰慕、厌恶、嫌恶、嫉妒、愤怒、愤恨、盛怒、狂怒等等。禅修者面对这些不同的心态时，应以觉知和平等心。啊，这个说得很到位啊。首先是要有你的觉知啊，要和平等心，要客观地观察觉知他们，就像站在河边观察河水不停地流逝，就像医生观察病人的疼痛一样，只是客观地观察自己并不摄入。观心念住就是心观察心，不是在心之外去观察心。心念住的观察必须是在经验的层面上直接体验所观的对象，而不是只是思考想象和观想。禅修者在经过各种感受的训练，尤其经过苦受的训练之后，以进一步为观心念住奠定良好的基础。因为身体的苦受往往伴随心受而来，禅修者可以透过身体的苦受来克服心受。观心念住时，禅修者若能够精勤不断地保持正念正知的念住力，并且具有不贪不嗔的平等心，那么这时的心就是净化洗练坚定的心。啊，
首先我们要练习这种正念正知的念珠力，所以说要不停的串习正知正见啊，这个正知正见你第一次获得以后，你没有长期串习，它是保持不住的，它不可能能够提得起来，所以说要啊长期的串习，慢慢的才会有这种念珠力。佛陀教导比丘们应当这样来观察觉知心的各种状态，心贪爱时清楚了知心贪爱，心不贪爱时清楚了知心不贪爱，心嗔恨时清楚了知心嗔恨，心不嗔恨时清楚了知心不嗔恨，心愚痴时清楚了知心愚痴，心不愚痴时清楚了知心不愚痴，心收摄时清楚了知心收摄，心不收摄时清楚了知心不收摄，心广大时清楚了知心广大，心不广大时清楚了知心不广大，心有上时清楚了知心有上，心无上时清楚了知心无上，心专注时清楚了知心专注，心不专注时清楚了知心不专注，心解脱时清楚了知心解脱，心未解脱时清楚了知心未解脱，心不像设法，心是无智和无形的，心是不容易觉察的啊，感受容易觉察啊，但是这个心的这种状态不容易觉察，特别是微细的这种状态啊，禅修者必须培养觉性，醒察每一个正在发生的心理活动啊，心里的起心动念，清楚了知每一个现起的心念，注意观察每个现起的心识，清楚了知每一个心念的升起，清楚了知每一个心念的消灭啊，很清楚的了知，这个很重要啊，清楚了知啊，记住这四个字，清楚了知。由于人们不能观察觉知自己内心的真正情况，所以呢有了邪见，误将心识当成是人我或一个存在的主体，总认为是我在幻想，我在走路，我在计划，我知道，其实呢同一个心识也并非在一生中永远存在不变，心识是一个接着一个单独发生的，这些心识升起后，禅修者若能一一清楚了知，保持正念，就可以觉知到他们一一消失的过程。禅修者对于这些心理状态的来去、出现、消失之需，客观如实地观察觉知它，不要介入，不要执着。啊，这个在反复的告知我们哈，就是要客观如实，只要完完整整的虔诚经验它，什么也不添加，什么也不减少，使内心保持在一种宁静觉知的状态，使心意集中在具有觉性的境界啊，保持觉知，就如同观察觉知呼吸一样，只需保持耐心和觉性，看着他们一一出生、成长、消失就好了。心有贪，就有贪欲的信念和执取，贪有欲火，就像毒药，可以导致未来的痛苦，例如贪爱五欲，或者执着禅修时快乐的经验等都是啊，心不贪包含了慷慨、不自私、舍弃等任何心灵成长所必备的元素。心有嗔，指嗔恚无忍，例如狭隘的度量以及怒气腾腾都是。心不嗔，广阔涵盖了慈和悲的意义，慈是一种净化而不自私的爱啊，是对任何生物都不怀敌意的心，对任何生物都有希望它好啊，
希望众生快乐，希望众生解脱啊，这是这样的心，就是越狱慈，越狱慈，对任何众生都没有敌意啊，是无私的啊，这种真正的无私的一种爱。悲是对别人的悲哀给予同情并予以帮助，慈心和悲心组成了不嗔的善根，他们是快乐生活及法益增长的基础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素质啊，就是不嗔。心有痴子愚痴无明，例如做白日梦，或真的有了幻觉，或个人欲望的迷痴等，都是啊，这个欲望迷痴了以后啊，你就愚痴啊，心有痴，那你自己不知道，愚昧无知啊，这种人就没办法去点醒他。心不痴是指明白事相、了解事理的心。心收摄是指五盖没有产生影响力，心集中的状态啊，集中啊，心很专注。就是心不收摄是指因为五盖而心散乱的状态，心广大是经由修行深的禅定而开发出来的宽广的心，远离了欲界的物啊，深入禅定的心就变得宽广。心不宽广不是经由修行深的禅定，所以不能开发宽广的心，总是牵系着欲界物啊，我们心里总是挂碍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乃至你认为很重大的事，其实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些挂碍是，但是我们心里都挂着一件事，挂着一个人，你心就变得很狭隘啊，钻牛角尖一样，你心老执着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你的心就非常的狭隘。正在生气的时候看见他就生气啊，正在生气的时候你心就很狭隘，升起贪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有上表示有比这更高尚的心，这种心乃与世俗领域有关。念无上表示已经达到很高禅修的境界，没有境界可以超越它。心专注，心进入定的状态；心不专注，心没有进入定的状态。心解脱，因为以善心来阻止不善心的升起，心没有烦恼痛苦，例如以慈爱化解嗔恨，以慈悲对治残酷，以喜悦对治嫉妒，以舍心对治爱憎。心未解脱，因为受制于不善的心时，心有烦恼啊。禅修者如果能念念分明啊，这里说很重要啊，念念分明，以强大的觉性精进不懈地观照觉知心中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么任何不善的心识，例如贪嗔痴，将很快的被制止，而善的心识，例如收摄心、广大心、专注心、无上心、解脱心，将会激发，不收摄的散乱心将能集中镇定。因此呢，禅修者不管在任何时刻呢，应当对自己心中的贪嗔慈悲集中散乱明朗昏沉清安紧张等等的心境清楚了知，念念分明，保持高度的觉知，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啊！你看说对心念住啊，也是这样，特别心念住的话，你的观照力觉照力就强了，更深入了啊！就像那个显微镜一样的，可以看到非常微细的杂念，你只有静下来打坐你才能看得见，平常看不见啊，静下心来就看见了。保持高度的觉知，真诚勇敢客观地观察自己的信念啊，第一个要真诚，第二个是勇敢面对啊，还有客观地观察自己的心意心识啊，就像在镜子里观照自己的面孔一样，不必去批评，不必去分辨是非善恶，只需单纯客观地观察觉知，清楚了知心意的生灭无常
口无我的真实本性，如实知见心念的真相。啊，每当接触到一个可以引起贪嗔等负面心念的所缘时，啊，这是外境，接触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就严密地念住它，贪嗔等负面心念就不会升起了。啊，所谓的严密的念住，意思就是要努力作意。这个念是正念，住是安住，是吧？努力作意就是升起正念来，严谨的，而不是非力作意啊。你要是不严密念住，它马上就非力作意了。非力作意它是本能的。每当心有贪、心不贪、心有嗔、无嗔、心有有痴、无痴、心收拾不收拾、广善广大不广大、有上无上、专注不专注、解脱未解脱，都要清楚了之，保持念住。啊，这个心呢，特别的客观的啊，勇敢的、真诚的面对自己的一切心事，一切唯心造，心最重要。心是一切行为的先驱，一切行为的果报都是心意创造出来的结果。由于不同的心意、不同的动机，就带来不同的业果。禅修者必须小心地照顾自己的心，啊，净化自己的心，以自己为皈依，管理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不惜依赖别人。啊，什么叫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就是，啊，不要非礼作意，不要随业漂流，啊，不要被业力控制，而是要啊努力作意，保持正念，升起无我的正念来关照。不必把别人当成权威，不要认为会有某种外在无形的力量会保佑加持自己，不要愚痴地整天胡思乱想，妄念纷飞，迷迷糊糊地看不清自己的念头，看不清自己生命的意义。人就是因为不能够觉知自己的心态和运作过程，才会不断的烦恼痛苦。因此想免于烦恼痛苦，想免于神经兮兮的生活方式，就只有看清自己的心，不被心的各种妄念拉着跑。要培养觉性，看清心中的念头，客观地观察心念。当觉性强时，心的洞见能力也就增强，心中就拥有了光明。这种简单的方法，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练习。啊，这个很重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练习。啊，在你吃饭的时候，你也可以保持一个客观的心来观察自己在吃东西。啊，那个心呢，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啊，没有觉性，迷失在这种贪欲或者嗔恨当中。虽然吃的不好的东西你就会不高兴，吃的好吃的东西你就是吧，很贪婪的一种，像这个恶鬼吃东西一样啊，没有那种觉照啊，或者是完全在一种愚痴的状态中吃东西，像那个动物一样啊，牛啊羊啊在山上吃草一样，是吧？没有觉知，愚痴的吃着，就是这样。日常生活中，如果被愤怒啊、敌意啊、嗔恨等负面的情绪支配而心情不平静的时候呢，禅修者要注意提起正念啊，保持觉性，客观地观察，这个太重要了啊！观察，这不是我，这只是一种业习啊。如此呢，就会清楚了知这些负面情绪升起之后呢，就会消失。这是不可认为是我在愤怒，我在嗔恨，这是我的怒气，就完了。这样一想就完了，所以你必须观察无我啊，要体悟心意生灭变化的本质啊，体悟心只是一连串心识，
不断瞬间生灭变化的过程而已，没有实体的存在。这个心呢不是我，我们总是把这个心呢当成我了。这个第六识有一个我字，观察这个心识也要观察的，观察这个心念，是一连串心识不断生灭变化的。我们主要是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它也是无中生有啊，本来没有的突然就起了这个念啊。总之观心念住时，禅修者应当坚定正住，持续不断以就自己内在的心的状态来观察思维心的实相。应当坚定正住，持续不断地就眼耳鼻舌身意以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互相接触所产生的心的状态来观察思维心的实相。应当坚定正住，持续不断地就内在外在因素互相作用相互影响的心的状态来观察思维心的实相。因此禅修者呢，观察觉知到各种心的现象不断升起，禅修者观察觉知到各种心的现象不断灭去，禅修者观察觉知到各种心的现象不断的瞬间快速生灭变化。由于清楚觉知各种心的生灭现象，禅修者终于体悟到原来这就是心的实相，心的本来面目原来就只是一连串瞬间快速生灭的过程组成。这种生灭无常变异的压迫是苦的，而执着这些无常短暂不可控制不能自主的无常现象以及有我的幻想也都是苦的，于是不再对我所产生任何执着。禅修者体悟了心的无常苦无我的本来面目之后，心专注于诸法无常苦无我的洞见力和智能的觉知中。我们心呢专注在这种无我的这种觉知中。除了这种觉知还是这种觉知。这种觉知来自修习观心念住时，在心理层面上对各种心的生灭变化的感受，那是纯粹直接的经验体悟。有了这种由于观心念住而开展出来的洞见力和智能觉知与体悟，禅修者维持强而有力的觉性以及安稳平静的平等性，冷静客观地观察觉知各种心的生命，不起贪嗔执着，不起任何习性反应，于是禅修者不再贪着身心世间的一切事物，心无染着，心得解脱。于是佛陀告诉诸比丘，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各种心的生灭的状态来观察思维心的实相，来了解心的本来面目。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念的这个心念住，这刚开始先练习观身念住啊，到了观心念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观照力很强了啊，内心的这个微细的起心动念还有内心的各种微细的那种情绪都能够观照得到啊，只要你的心不平静，只要你的心有波动，微细的波动你都能够如实清楚了之那个时候你的心会非常的宁静这种观照力太重要了这个要练习同时呢，这个也是可以修上师相应法的。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觉知力不够，你可以先跟修个上师相应法，来再来观修，你就发现你的觉知力一下就变强了。发现这个能力提高的很快。靠自己当然也是要靠的。
但是呢，你修了相应法以后再来观修，你就发现很容易了啊，就像一个磁铁靠近磁铁一样的啊，一个铁啊靠近一块磁铁，马上你的磁性就变强了，但是你是一块石头，你靠近磁铁就没有作用。首先你要把自己变成铁啊，然后你再靠近磁铁，你马上你就磁化了啊，这个就是上师相应啊。所以说自利和他利它是对等的，很重要啊，因为既要有自利也得有他利，这样修行就是快的啊。看这个一块铁 它自己要变成一块磁铁，那多难呢、啊那怎么变也变不了，但是它靠近一块磁铁，它马上就变成磁铁了。我们要练习这种能力，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当你观心念住观到一定的时候，自然就会了知我的道理还有苦的道理啊，来观到我啦，哎，这才是解脱道啊。那外道呢，可能修禅定啊，专注在一个地方，然后慢慢的深入，再定久了就产生一些神通，那个是外道没有用的，那个一样还会有贪爱嗔恨嫉妒还有这个我执，什么都没有减弱啊。在禅定当中啊，这些所有的烦恼和我执都没有减弱，只不过他的心暂时专注在一个境界上，没有生烦恼。就像我们平常很烦恼，但是你今天正在玩枪，你正在瞄准的时候你可能没烦恼，等你把枪放下，你可能马上就开始骂人了，也开始生烦恼了，有可能。这个外道啊，安住在一个境界上不动的时候就不会有烦恼。那个时候也有一种烦恼，就叫愚痴啊，完全在愚痴的状态下啊，就是完全迷失在这种外境上，没有清楚了知的状态，没有客观的了知，没有觉性。我们先要练习这种觉知的能力。念住觉知啊，就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名相，念住觉知的建立是所有正确修行的基石，是坚定正住精勤地在感受的层面上对身心生灭变化的状态持续不断地保持觉知，也是从知苦到灭苦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啊。这里说了哈，从知苦到灭苦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这种正念观照的觉性是对当下生灭现象的觉知，是直接体验所观的对象，不是对过去的记忆，也不是对未来的思考想象和观想。瑜伽师地论上卷九有这么一段话，此念住修行道理非经世尊出现于世方是宣说，经圣弟子时出修习，但以过去无始以来欲诸念住修习流转于未来时，当知修习亦无穷尽。可见修习念住是过去现在或未来诸佛弟子所必须修习的法门啊。人的一生中都在执着，这是我的，这是我啊，这是我的，这是我自己，都围绕着我和我的旋转不停。我和我的包括心理的啊、生理的两个方面的现象，身心世界的本质真相原来就是刹那刹那生灭不停，变化无常，虚幻不实。而我们却习惯将这种不断生灭虚幻无常的身心现象错认执着为我，我的，因而发展成贪爱嗔恨，带给自己也带给他人痛苦。四念住的修行就是保持自心的开放和宁静，完全觉知周遭发生的任何现象，接受心中升起的任何心念，直接观察身心的实相，不断觉知，
啊，这个觉知不能中断，直接体证如实洞察身心生灭现象的虚幻不实，因而消融自我，脱离我的妄想、错觉、贪嗔执着，去除自他痛苦的根源与束缚。嗯，好，今天就讲这么多。